升主管的机会给你都不要，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吗？我自己什么样能力我自己心里清楚啊。能力怎么了呀？哎，我连职工都没干明白，你现在让我干主管啊？我这不是为了锻炼你吗？我没到金刚钻，我可不敢揽那瓷器活，我不敢。你气死我吧你！完了完了，开会迟到了。这个项目这么长时间都没跟下来，客户有这么难维护吗？事情可多了。就说去了好几次都被轰出来了。我就问你们，这项目谁能跟下来？哎，于总，那个李快乐现在手里没什么事，要不让他来吧？这，于总，这我不行啊。那李快乐来吧。散会，晚饭搁到牙喽。钱总，你这个任务交给我，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没事，再给你打点好的，走个流程就行了。又是怎么回事？我不干，你现在给我的感觉就像我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你又怎么了呀？每次都是你帮我，你帮我，我想靠自己这么难吗？靠你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子出来？什么时候才能过得了八年关？那也比被别人说我吃软饭要强吧？没什么，我来想办法。能做就得做呀。下班了。啊，钱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便当，赶紧吃着吃啊。啊，那个钱总，我整理完这些我就吃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你想要证明自己，也知道你在为了我们未来而努力，但是我们俩时间不应该分给我，我都剩下了，那你尝尝好不好吃？啊。怎么样？甜了。甜吗？我是说是你太甜了。风吹过我的头发，不知不觉我就。李快乐，你快来救我啊。给我打电话的是我的老板，也是我的合约经理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，但是先去看看。干嘛？李快乐。你谁呀？啊，这是我们公司同事，我们找我们公司有点事儿。哈，搬救兵来了。行，我跟你说过的事儿，好考虑一下。毕竟资金链要是断的话，后果你也知道。想好了，晚上几点找我？酒店？什么酒店？你想干嘛？啊，那老总不必了，我们先走了，下去吧。你刚刚那样，就怕他们打你吗？他们打我，就拉着你跑呗。那如果咱俩只能跑一个呢？那就看咱俩谁跑得快了。什么？就你装是吧？别慌，我手三人一起跑。怎么了，大哥？怎么了？二一跑。李快乐，走啊！李快乐，你没事吧？谢总，咱俩只是合约情侣，又不是真情侣，你凭什么帮我？哎呦，钱总，别说了，我后背要疼死了，你快帮我看看怎么了？我看看，都出血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钱总，你到家了。你先上去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哎，不行，你先回去，我给你清理一下。哎，秦总，把衣服了啊？你血和衣服都粘一块了，不脱怎么给你处理伤口啊？可是我的手有点抬不起来啊。我来吧。你这衣服怎么那么难弄啊？你弄后面，弄秦、啊、总。我为了帮千总，我居然被人揍了。但是我跟千总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。今天来了公司，发现公司好像出状况了。哎，兄弟，这公司什么情况？这公司快倒闭了，资金链都断了。倒闭了，兄弟，让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合同没完成，这违约金你们自己看办。千总，这怎么了呀？没事，你先出去吧。哟，兄弟，身体恢复的不错。托王总您的福，应该会死您后面。哎，老总，这次呢，你不会来这儿？那已经好点了。咱门口这么多人，是不是公司快要倒闭了？你别胡说八道，门口那么多人是为了签合同的，公司效益好着呢，啥也不懂，你说你。哦。哎。对了，你车上有家伙吗？这个。对，有吗？有。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啊，我出去办点事。行，弄他！你跟你说，我好久没活动活动。别，你不是寒山的风云世纪？别喊！干活，干活，干活！目标出现了没？干嘛呢？没呢。家伙带了没？谁有的家伙？你看，只要听到。
哎，你我找你。哎，怎么了？好像是钱总。千总居然跟别人进酒店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就在我准备报一棍之仇的时候，千总居然上了王总的车，于是我跟我的好兄弟立马跟了上去，终于到我英雄救美的时候了。是这样吗？你确定是这样吗？对对对，就是，我看他们进去的。行，待会儿进去直接动手啊，听我口令啊。好，三二一，千总我来。你进来干嘛？不不不，千总不好意思啊，我来错地儿了，我走错房间。我掉进了我。别碰了！你怎么还有一把？咱俩是不是闯祸了？会不会扣工资啊？哎，回去不被开除就不错了。啊？我想想办法吧。走。李文乐，谢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今天的事你必须给我个解释。哎，我那不是担心你吗？所以我才去的呀。担心我？今天那么多客户在那儿，你一下子全给我搞砸了。千总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担心你，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我希望你搞清楚咱俩之间的关系，咱俩只是合约情侣，你明白吗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你跟千总到底是不是真情侣？不是。那你喜不喜欢他？不喜欢。嗯，确定不喜欢他？喝多了别嘴硬啊！我不喜欢，我告诉你，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他妈永远的利益。这个女孩喝多了，好像蹲这里好久了，过去看看。哎，你好，我看你蹲这里很久了，你是喝多了吗？喂喂，我靠，怎么喝成这样？姑娘，我这录着呢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拿你手机给你家里打个电话啊。滚开！我靠，怎么好心当成绿干肺呢？懒得管你。切，多管闲事，我才不多管闲事呢。哎哎，等会儿。哎，哥们儿，你是他什么人啊？男朋友啊？怎么？男朋友啊！我看你鬼鬼祟就不像个好人，快走啊！再不走报警了、啊！你别多管闲事啊！哎、你干嘛？哎，哎呦，我上不来气了。讹人是吧？我不行，真不是讹人、啊，我上不来气了，我有哮喘，你快帮我打120，我不行了。跟我没关系啊，跟我没关系啊，跟我多。哎，姑娘，你先坐。哎，姑娘，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多危险啊！要不是你长得像我一个朋友，我才不……哎。现在马上来找我。哦，好的，千总，我马上过去啊，马上过去。不行，姑娘，这次真不行，再不走，爱情事业都没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怎么还在这儿？哎，帮人帮到底吧。哎，姑娘，要不然你给我你手机，我给你家里打个电话吧。你这样，我不放心啊。这应该是她男朋友吧？打个电话过去问一下。喂、啊，这李梦涵？喂，李梦涵？我真是做梦。